我个心是寒流气流一波接一波，介讲买山公园温度在16度左右，气温甚至下探到11度。公园内3000多株的梅花树，花蕊绽放迎接游客。爱好摄影的朋友更是捕捉到梅花盛开的时机，留下美丽的影像。寒冷气流一波波，寒梅一波来绽放。介观梅山公园温度大概在16度左右，气温甚至下探11度。公内3000多株的梅花树，雪白的梅花也开油。在梅山公园的好梅花哈，以这个礼拜已经算是非常的盛开哈。那我们预期哈可以哈赏花比较好，就是盛开的一个到二月底的时间哈。爱好摄影的好朋友，更是抓到梅花盛开的好时机，展现技术留下御寒景梅的美好画面。啊，等你过来，等下无迄个时间拄到这个梅花区啦，因为阮另外有外地点的外拍啦，所以是专工找今仔来。今年看起来安尼花啊算袂歹，但是进前有搁较水的哈，啊，比整个大景是可能。会较歹翕啦，啊！你也做透视，找一个机会较水，啊花啊几类啊较水的，哦啊小搭配一下，这个景致构图面向啦，我们较注重这两点啦，安尼可能会啦，啊所以要强调伊这个本身兼容迄个意思吼，当然是尽量啊找迄个背景较乌的，哦黑色的底，哦。梅花愈寒，花愈香。展现无畏艰难的精神，有真侪人爱梅赏梅，在梅山公园是交通最便利、赏梅最集中的圣地，欢迎大家来欣赏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梅山乡蔡永不得。